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为了推广台湾精品咖啡，规划三大主题，分别推出精品咖啡礼盒、咖啡主题的桌游，甲推动十六条以咖啡庄园为主题的旅游路线，希望民众会当来体验台湾精品咖啡的美好。为了推广台湾的精品咖啡，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十三号举办台湾好咖带你品着咖啡香气旅行记者会。记者会顶面邀请到十几间咖啡庄园业者来做分享。这十几间业者拢是 CQI 认证达到八十三分以上的精品咖啡，每一间庄园的风味拢无相像，有果香、花香、酒香、可可香、桂等等，每一种风味拢会当伫农委会推出的第一杯咖啡礼盒内底品尝到。水保局在做农村再生，今年已经第十二年了。社区想要发展，我们都来配合。那我们有六个分局，每个分局都还要去挑一种产业啊，尽量来把它扶植起来。我们南投分局呢，是我们局里头对咖啡最内行的，要把台湾这些好的咖啡能够带到日本去，能够销到国外，再从国外红回来，真的太棒了！一次可以喝到十二种，都是。QI 83分以上的，这是台湾咖啡这个精品中的精品。除了品尝咖啡，农委会水土保持局更加欢迎华南社区和华南实验国小共同合作开发咖啡主题桌面游戏，期盼利用游戏作为媒介，带民众来共同认识台湾国产精品咖啡产业。游戏当中涵盖着产品管理、品种育苗、各式加工、烘焙、冲煮等等。对庄园将果甲杯中的芳醇，在游戏当中看见台湾咖啡的价值。到我们的社区去了解我们的咖啡的产业，然后去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样产业的问题。所以这十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决定把这些精彩的内容把它出版成一个桌游。那历程里面呢，我们又发挥了地方创生的精神，我们邀请了年轻人回到我们社区，然后这是我们的咖啡的顾问哈，那他到我们社区里面来。提升我们社区咖啡产业的一些专业，也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孩子的咖啡的课程会 更精彩。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出版了这套桌游。最后，农委会甲旅行社合作推出十六条以咖啡庄园为主题的路线，对南投各县、云林各县、甲嘉义阿里山出发，品尝咖啡料理、欣赏风景，不管是咖啡采果、行道的体验，也是无差点手冲咖啡行程，结合在地咖啡庄园、民宿甲农业区等等，运用在地元素推出丰富的体验活动，希望民众会当品着咖啡香去旅行。记者林英杰台北采访报道。